气好了。今天我心情好，跟你心平气和，放过你。但是你要是继续不屈不挠的话，我能骂你一夜不带重样。太吓人了，吓死我了！真的太吓人了。你不觉得害怕吗？咱俩见面就掐了，你看，太闹心了，我要搬家。就在这儿，本人还不如你现在生活好。我们亚彤的职责，所以你该干嘛去。我知道，但我不行，你那天不是试了吗？哎，为什么还是一个本的？还是一个本的没有拍的大？为啥？因为我蝴蝶结大吧。刚说这句话，现在就说好。进去，他已经在忙。真奇怪。